那师傅，我们念放生仪式和不念放生仪式，放生的作用和功德差别大吗？20%-30%吧，不会太大。嗯，不会太大。哦，那其实我们念了放生仪式，是不是能够让被放生的动物更容易投到一个更大的动物啊？那当然，它很容易投的，一般是投不到人的，但是它可以投了，哦，投了很好的，比方说鸡啊、鸭呀，啊，好像更大一点动物。一个猪要被杀300次，它才会投一个人呢。一个鸡，一个鸡要杀300次才会投个猪呢。所以一个人投到畜生了之后，很难再回到做人的。所以人生难得就是这么来的呀。所以千万要珍惜人。很多人一辈子就这么完了，结束了。